있지. 산조 萨佛福四周 接头路三周 今天的第一个四周跳 四周第二个四周跳 接头路三周 阿克塞尔两周 夹击的萨普夫两周 满足的联合旋转，今天彭志明的发挥非常的出色，来自广东省体育局。今天彭志明在比赛当中跳出了两个四周跳。
之明的优点在于他的跳跃能力非常出众，不仅是起跳不降速，包括他的空中转体姿态以及落冰都能做得非常的好。来看到开场的阿克塞尔三周空中姿态收得非常紧，第二个跳跃跃跳过夫四周接偷路三周，第三个跳跃偷路四周，最后的 loop 三周，洪志明今天非常聪明的在他后面有一个 toe loop 四周的连跳，但是因为 toe loop 四周空成了三周，所以他紧接着又做了一个 toe loop 三周。由于在前面的四周跳消耗了太多体力，所以最后的接续步也是速度慢了下来，而且用刃偏平，这也是他今后要去进步的地方，包括用刃，包括滑行以及他的旋转。最后华德分132.24，总分186.41，暂列第一。